一会儿再去。你不是别给我吗？把我这个安全卡的话，这一块红线这一块，我再想一想，大家记一下啊。终于下班了。今天呢是中午拍的，那里是员工，每个月都有的，还有新员工呢，还要上去自我介绍。哇，上去搞得我好激动，我差点说大家我是小黑，差点说出来，还好我是及时反应。然后刚才是开另一个会，是因为他是上市公司嘛，他比较严格，每个店呢一个月要开3次这个大会吧，也就是我们比较那个的，比较上级的吧，可以这么说吧，然后就可以去开，他去盘点，因为每个月要盘点3次，他要去统计哪些问题要去解决啊，还有一些反正好多东西的，很严格的，那些毛利啊，还有说什么毛利啊，挣多少啊，还有赚多少啊，反正整个厨房有的全部都要盘满。现在刚回来11点多了，蛮辛苦的，要回去洗个澡，然后回回评论，就睡了，太困了，今天中午都还没得休息。今天呢安排我休假了，我本来都不想休的，我说反正你没事做，休假也是在家里面待。然后昨天晚上我又想了一下，今天去看一下那个房子吧，去找房子吧，因为在这里人太多了，十几二十个人在这里住啊。晚上我睡觉我的比较喜欢安静的，因为宿舍里面人多，不是这个打呼噜就是那个打呼噜，跟三月份在我们农村的田里面那里青蛙叫一个比一个厉害，的感觉走得震欲，哇，每天晚上睡眠都不是很好，你看眼袋很重，今天都眼袋都还很重，我已经约了中介，然后等一下去盖一下房子嘛，就吵这几天，你看手都急尖了，昨天前天这里都起那个泡泡了，要等它全部起那个茧，它就不会很累了。突然休息的感觉浑身不舒服。还有那里呢，还不错吧？反正感觉在这里工作呢，还很不错吧。就是偶尔加班很晚，就是开会嘛。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次，还有每周一大搞卫生的话也会晚一点的。但是呢，这里好呢，那不用配那些货啊，不用，它没有冻固的，不用储存那些货，只调了点酱而已，就练点红油啊，上面有厨房专门派下来的，所以呢就没有那么辛苦。不过炒菜一直炒不停哦，从6点钟开始一直炒到8点多，2个多小时，手都软了，太久是搞得太久了，手都发不了力了，可能再过几天就差不多了，就能适应了过来了。因为这个店的生意算很好，也算蛮好的，一个月的营业额都有300-400万了，让阿姨来帮扫地了，
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去找房子了。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